少卿啊，你今天比平时早回啊，我帮你看个相好吗？我不要不要。那随你，帮我问候你妈。妈。妈，你回来啦。我在这儿，少卿。你怎么了？我的脚和背很不舒服，腰酸背痛。少卿啊，帮我搓一搓。每次我帮钱太太打扫完房子以后，觉得很痛，很累呀。但我不能抱怨，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赚钱。不过少卿啊，我想这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啊。希望不会吧。我有预感，你在工作上马上就会有好运气。好运气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去见吴峰，不要再去找他了，好吗？如果他可以帮我们，为什么不去？而且他说，只要你努力工作，一定会有好前途的。胡峰说的话你也信？你别去找这个人，你只是在浪费钱。怎么能说是浪费钱？如果他能帮助你，有好的出路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要跟你争了。总之，我觉得是在浪费我们的钱。如果能改变我们的现状，花点钱也是值得的。什么？你被开除了？这不是我的错，他们要裁员，他们的支出超出预算。真糟糕。真是没道理，我不应该受这样的待遇，我在办公室比其他人都卖力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现在情况不好，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我的前景是光明的，你一定会很高兴。傅先生啊，那位副总裁助理啊，叫我在一个大企划中做他的助手，假以时日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那就太好了。你告诉你妈之后，她有什么反应啊？我还没告诉他呢。啊，为什么不讲呢？我觉得很难面对他。你在说什么？无能为力，他们决定要裁员。你没有向他们解释你目前的话，你很需要这份工作啊。妈，我已经尽了一切办法，他们已经做决定。你要跟他们说，你愿意做出牺牲，你是一个愿意卖命的雇员。我比任何人都卖命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好了好了，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发生的。胡峰并不是这样说的，我明天要去见他。妈，你不要去了，我们负担不了，每一分钱都要节省，不可以单靠你一份薪水，除非我找到工作。我把钱放在桌上，我们不能再随便花钱了。我出去了，路上小心，要早点回来啊。好，我知道。怎么了？看来好像不太乐观了。那会怎么样？你们两个人都要努力工作，但如果能熬下去，坚持到底，才会顺利，才会有好日子过。他被老板开除之前，你跟我说，即使少卿失业，我们都会有好日子过。你晓得吗？目前的问题是你女儿的态度，她对神明不敬，会让你们更艰难呢。我已经告诉过她了，她就是这样固执己见。你以为可以忽视神明而不需要面对后果吗？你叫他来见我，让我告诉他怎么做。我怎么劝他呀？Thank you.
来，让我帮你吧。哦，谢谢。很谢谢你，真的很感谢你。哎，我好像见过你，我是夏雅婷。廖孝卿。我们以前不是同学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比我高两届是吗？你现在回来这城市了？我其实没有离开过。你在这儿做事吗？是的，就在那间餐馆上班。你呢？我，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。不好意思，真是糗。没关系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。我见过超过15位老板，有些说没有空缺，有些说我不适合。我能接受被人拒绝，刚才不小心跌倒，我觉得很烦。我知道现在找工作很难。哎，你想找哪类的工作呢？我都在工厂工作，任何类型的营业员都没问题。你知道我刚被辞退，对不起啊。我不想打扰你，我该回家了。你家离这里多远？不远，走15分钟就到了。拿这些东西走15分钟就很远了，我陪你回去吧。你有时间吗？不必上班吗？现在刚好是休息时间，没问题，我陪你吧。谢谢啊，走了。坦白说，我觉得很不公平，上层根本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少额外时间在工作上。你现在得想办法维持开销。其实我家只有我和我妈妈，这是我住的地方，进来喝杯茶吧。谢谢，我得回去上班了。啊，好的，我会自己拿，真的谢谢你。不谢不谢，下次有机会我再找你喝茶。很高兴能遇见你，希望我们能再见面。你放心吧，我会为你找工作的事祷告的。好啊好啊，谢谢。回来了。哦，找到工作了吗？妈，还没有，不过我遇见一位老同学。少卿，坐下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好。要谈什么？